哎呀妈呀，中了500万，笑。哎呦我去，干自媒体干了这么多年啊，其实财富我没有挣多少，但是我带出来这么多人，这一点是很多人比不了的。欧耶。二话会贴充至少一个钟。哎呦我的妈。只要锅里有点油，二档炒菜就是牛。人间故事多，阿娇听你说。见人无欲不忘初心，我为二郎添柴添丁。小八小八一路生发，耶！大宝大宝幕后最好。我是小严，跟着二哥天天像过年。跟着海哥走，有烟又有酒。身材五谷丰登，龙眼颗粒无收。耶！乡村守护人，我们一定行。哦耶！我是鸭子，嘎嘎叫。耶、yeah ！哎呦我去！跟着二哥脚步走，幸福之路在招手。俄罗斯，乌克兰。塔叫兰华塔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，不过我们县志有记载的啊。塔依然是这么巍峨耸立，但是时光啊就过去了这么多年，目前这里也正在筹备修缮，所以我们会见证它一天比一天坚固。哇，这么高呀！这么高呀！这么高，太高！多少层的？有十几层啊！九层，我数。二花，嗯，往下面看。往这里个天井吗？有洞啊！你猜是什么？知道是一个。那里面有葱。妈呀！来，小心点！哟，你干嘛呀？然后我吓得把葱都差点掉了。哎呀，还要那根葱还好吗？花红四射了，保证了我这个葱。记得，刚刚跟大家开了个玩笑。二八仙剑，二八仙剑。这里除了蝙蝠啥也没有。来，你秒在这里杀人了吗？杀狗了。这是蝙蝠院子。蝙蝠比乌鸦还大的蝙蝠，哇！你们停留的越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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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们到饿了啦！饿了！哎呀，不要乱，兄弟们！上去！你在通道里面，上去！边上兄弟，这蝙蝠太多了，快点，上去！有师傅在，啥都不怕。哦，你们去吧，放心的走吧。走。我就不去了，因为我看过不下20只，我们上去体验一下。跟大家说一下哈，顶上全是蝙蝠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顶，楼顶上全是蝙蝠。来到这里就有点古堡探险的感觉，所以大家都享受这惊悚3分钟。好，我们先出去等他们。那我想起了一部，哇，太热了。这没怎么看了。这个地方缺氧了。下去，哪有缺氧？这个地方哪？小强，你怎么挤上来的？来了，换个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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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表妹挡我路了，表妹你让一让好不好？小心点，站到你别挤我了，挤我其他两个。哦，我要站到了边边上去。表妹，你不恐高啊？吓得满头大。上不去了，上不去了，这里紧，这里蹲不墙，这蹲不墙。拆掉了这个。对，来，让我来表，大家表演一下轻功水上漂。不要叫！别叫！不要叫！我吓死了，在我脚上。
真的拍出。哦，快走吧，走吧，下吧，下吧。下下下吧，好热，快点。真走上那个。我抱你下来。有老公真好。你们谁能打下光吗？等一下，直接滚下去了。哎呀，你们。慢点，慢点。刚刚我看一个点，然后你上去了，完了我上去了，你这能不下来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妈咪，细的啊！刚才我让他们每个人左三圈、右三圈转一下这个古塔，希望他们能够转得好运。大家都转完了，问问他们什么感受。观千年古塔，品历史风华，酣畅淋漓。那是才女啊，有什么感受？啊！我觉得拍了一次电影，相当于。我希望我全家平安健康。美好的祝福。有什么感受？惊魂未定。又刺激又开心。你怎么感受？我感觉我们今年全部都要发大财，心想事成。还没发财呢就摔了一跤。鸭子，这个有点刺激，这个。都好来的。下次还想来，嗯，很好。我现在就想赶紧回去洗个澡。脚暖了吧？暖啊，全身都冷了。今天感觉看。大片一样，非常的刺激，耶、yeah ！开心，刺激，下次还来，相当的刺激，开心，祝我们越来越好，走路都走不稳，好玩，刺激，谢谢师傅今天带我来这里跑步，我感冒都好了，变得更加有活力了，好兴奋，今天来到我师傅的这个古塔。哎，不是我的，哦，是这块村里的啊，这个是历史建筑，哦，历史建筑啊，我感受是难得的缘分，这里是美，美不胜美，有没有刺激？有没有惊险？惊险！哇，看我今天感冒了，许了愿了，许了，你看我今天挥洒般汗水啊，来到这个古塔，特别开心，让我也见识到。没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，让我收获满满。耶、yeah ！我从来蝙蝠是见过了，没见过那么多蝙蝠，啊，很开心。耶、yeah ！也很大一个是吧？博君子一笑，嗯，只要大家都开心，才是真的开心。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收看，下期再见。月月，拜拜。